本期讲解一个撸音浪暴力啊项目，日入1000以上，直播间啊名字写诗，名字藏头诗，抖音半无人直播，包含教程、打字软件以及直播话术啊。项目介绍是名字写诗，名字藏头诗这个项目，某作者是做的最早的那一批，做过2个账号直播，账号是达到18万粉、12万粉啊。课程更新了3个版本啊 ，Word 文档复制粘贴啊，小票打印机藏头诗，还有模拟软件模拟人工打字和打字声音啊。课程是包含这个项目介绍，如何搭建直播间，藏头诗生成系统啊，直播技巧啊，直播的变现逻辑啊，直播的注意事项。一共是6节视频课，还有项目需要的资料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直播收益记录，也是非常多的啊，2-3个小时的收益，这20000的音浪啊，7000块钱。这是关键词的屏蔽技巧啊，藏头诗网站啊，非常多，藏头诗的软件都有，详细提供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录音浪暴力项目，或者是直播间名字写诗，或者是名字藏头诗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